群众建民呢，酒驾并不要开车，让酒驾澳的屏东县哦。那我们请曹县长，还有我们家属哦，还有我的警察局朱局长，还有我们关森有限电视公司的孙总经理，还有我们交通队的郭队长哦，一起来帮忙我们哈、哦，贴上贴纸，然后宣布我们2010屏东县爱家平安松福行动哦。来，我们车辆都已经就位，来，我们现在掀开我们的贴纸，宣布我们屏东县2010年爱家平安公园启动元年开始，酒驾号召酒驾离开屏东县，屏东县民永远平安幸福，幸福屏东，平安幸福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